刘德华、古天乐同三哥苗侨伟呢日就出席电影宣传活动，三大男神合体演出，其中三哥同古仔仲系第一次合作添，唔知道有冇擦出啲咩火花咁咧？古仔又好专业啊，因为佢我记得当时拍紧嘅时候，佢系身孭住三四部戏同时开紧工，每次见到佢嚟咧，佢都系话啱啱嗰组收工过嚟，跟住一拍完咧就要去深圳，又要拍第二组戏。但是我覺得他就看不出他好像剛剛收工，就是他很精神。至於華仔這次是自從腰傷好翻之後再次挑戰動作戲，還要在地鐵入面飛車，怕不怕又會再受傷啊？我很小心的，但有時即你知道我們這些習慣了，所以有時會嚇親人。而做慣了飛虎的三哥，對於兩位拍檔開槍的姿勢原來都相當執著的。我在地鐵開一槍啊，咁咧佢喺個嗰啲mon 嗰度睇住啊，然後衝入嚟，你做咩眨眼啊？你做咩眨眼？鬧我眨眼？我邊有咁講？叫我再，真係你講喎！哎呀，估唔到你都眨眼喎、啊！